大家好，我是瓜牛哥。今天把这个欧布给它升级了啊！来，你的可以装备卸下来了，归还。再让另外一个欧布上场。哎，在这里啊！哎，这就很厉害了啊！瓜牛哥还没他的大招啊，还没满星。有满星那必须非常猛啊，这欧布满星那就无敌，非常猛。但是没有满星打他还是绰绰有余的啊。直接一个一技能，我看能不能带走他。没打中啊，没打中，三技能，三技能直接带走，直接把他炸飞。对，暗黑很脆啊，这就是我还没有想好做他还是做那一个英雄的原因啊。另外一个英雄是谁？我想做的是这一位啊。他现在没有装备，我看一下能不能没装备都打败这个雷欧啊，为大家报一报仇。没有装备哦，首先一个一技能无敌状态。我的天，没有装备都打出这种伤害啦。来，被秒了，我的天。被秒了，居然被他秒了，很生气啊。我们的鲁格赛特现在很生气，他必须要报仇。来，哇，都出屏幕外面去了啊！这家伙块头非常大，很生气，很生气。这个必须要报一波仇啊！开局直接鞭子把他抽死，直接抽鞭子啊，朋友们。有。我点到这里来了，直接抽抽他就完事了啊！等一下教大家做彩色装备啊！等一下做，等一下做，抽起鞭子腰起，真的是，先把这边的变身器跟他搞完啊！这雷欧的就为大家报仇了。接下来我们要打电弧贝利亚了。哇，女王，来看一下女王能不能没装备将他干掉。走，哟，直接秒掉啊！非常哇塞，这就是现在当前版本最强平民英雄女王啊，所有人都可以获得的，不需要充钱啊，不需要充钱。好的，无限赛罗再来揍他一次啊，再来揍他一次。好的，成功带走，非常快啊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他干掉了。女王攒一点钻石，直接激活女王皮肤就行了啊！哎，我们再来，再来啊，再来，还可以打他一次吧？来，我们的好勇杰德。也可以秒杀他啊，朋友们！来，杰德之爪拿出来，四技能一开，
OK， 非常哇塞啊，非常哇塞。好了，这里我们的这一个电弧贝利亚也将它打败了啊。有很多朋友也打不过这个杰顿啊，也打不过他。那我们来试一试，哇，三个特殊奖励。那么我们就用一个边缘型英雄啊，很少出来战斗的马格玛星人啊，我们很少用它，我们就用马格玛星人将它带走啊。当然我们也是要给马格玛星人用一下装备的，不知道马格玛星人能否完成他的使命呢？万物生于尘土，哎，这是他的话啊，这是他说的话。好的，杰顿，走起，马格玛星人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技能啊，一技能，这什么？二技能，这什么？就这没了吗？二技能，三技能看起来很帅啊，但是这一个杰顿丢了一个无敌技能，我们再来丢一次三技能，怎么感觉打不出来伤害呀？四技能呢？这是在干嘛呢？这是在挠痒痒呢，马格玛，开个大。不是吧，马格玛星人这么老痒吗？朋友们，这装备都给你了，你这马格玛星人也太老痒了吧。为什么他是边缘型英雄就在这里啊，给的装备居然还老痒痒。哎，哇，这就叫刮痧，朋友们，这个英雄就叫刮痧英雄。有朋友问，突破出来的彩妆是一级的吗？对对对，做出来的彩妆必须是一级啊。彩妆的要求是需要一个满级的红妆，加上四个同部位的红妆，突破成一个彩妆，彩妆是一级的。好的，我们这里直接请求一个小主力啊，吉尔贝利亚将他带走。有朋友问，没法扫荡怎么获得大量装备？那你只能慢慢的打了，朋友，那你只能慢慢的打了。能扫荡的话，那当然就快一些啊，就效率高一些，只是说效率高一些啊。走，那么这一期视频我们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支持管理哥帮忙多多点赞哦，下期视频我们再见，拜拜。